男生，他参加过一个比赛，叫做超级偶像的第一名哦。哎，他说不要讲，他说不要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有全新的态度，跟着我们的天意还有小宝一起带给大家非常酷的音乐，欢迎我们的陆行人。Please don't leave me, dear.
让你迷倒的伤口，就换来了无条
大家好，我是路行人。我的名字有点难写，希望大家记得中间那个字，长得很像衍生的衍，但它其实是行。它怎么写呢？就先三点水，在一个行人道的行，所以是三点水在左边，然后行人道行在右边，这个字念作行，是水流的意思。然后路就是那个路，对，然后人就是人类的人。对，那今天首先先感谢福哥，让我们能够站在时光机的舞台。那其实真的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小乐团很难站上这么大的舞台。那福哥，我称他为梦想家啦，就是说他希望我们这些音乐可以直接的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，直接来打中台湾的人这样子。然后感谢大家来这边听歌。那我还有什么要讲的？我想喝个咖啡。那个天意，换你了。唱歌的时间啊，谢谢大家今天来曙光记。然后因为我比较熟曙光记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你也看见它不只是一个音乐记，它也包含了很多生活形态，或是一些像你看那边的杂货店，或是一些可以以物易物的东西。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活动不只是给音乐，也不只是给喜欢音乐的人，而是包含了各样你对于未来的生活形态有兴趣，然后你同时也觉得地球是你自己一部分责任的人，我们欢迎来曙光记这样子。所以谢谢大家能够今天能够来这边，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当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还是能够听我们唱歌，所以赶快带来下一首这样。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个全新的创作。哦，刚刚这首了。对，对吧？对嘛，对，这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歌，今天是首次发表。好，这首歌我很有可能会出错，那就请大家多多包容。其实刚刚有出错了，哈哈。来吧。
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Legend》，那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是想要做一些别人看不起的事情，然后或是你自己的梦想被人家数落，但没有关系，你生来就是要做一个传奇的，所以不用去那个他们，对。时间很够，好，那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歌。那因为最近呢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抒情歌有点过多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写快歌。刚刚那首歌就是我们近期写的那首歌，那就是一首快歌，对，大家应该是听得出来的，不然可能是那个对，就是耳朵可能有些状况这样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们的很早期的，也其实也没多早，就一年前。我们才组团一年而已，就是这首歌是我们蛮一开始就在练的歌，那这个歌是我们写给上帝的，是一首情歌，那就叫做 song， 就叫做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Makes you wonder.
既然现在现场的观众这么多，先，啊，我没有拿人家钱，不要这样。但我觉得西西里咖啡蛮好喝的。Seven 下次记得赞助曙光剂。再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。那如果你现在有手机，或者是你有 Facebook，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，我们绝对不强迫的，反正你们没有追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对，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追踪路行人，因为我们很认真的在做音乐。那今年天意是25岁，下宝23，我20。那天意说他其实是很希望可以早点结婚的，那做音乐是可能会穷到老的，所以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食物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叫路行人。那你在那个IG 上面就打 Human Heart。那 human 就是人类 ，heart 是 H-A-R-T， 不是心，但是我们是想要取一个谐音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人类的心，然后我们有人类的心啊，只是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跟大家一样的，要学会同理心，然后大家可以搜寻，然后 Facebook 就叫路行人，对，好。接下来带来一首歌，这首歌就不是我们写的歌，但是我们 cover 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一首诗歌，那我们在每一场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 cover 一首诗歌，那就让大家听一看教会音乐。但是其实教会音乐不应该长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比较腔的，所以我们在编的时候会整个乱编。那大家就听听看，这首歌跟我们乐团的名字也有很大关系。然后今天在信义区跟大家介绍我们，然后这首歌就算是我们的名字的由来。这首歌叫做《如露切慕溪水》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热情一点好不好？太帅了！两个音，大家可以扇扇风，好不好？跟左右两边的人聊天，好不好？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就一家人。听音乐的时候，就不要跟旁边的人太陌生，因为这样就很扫兴。小宝，对啊，因为这太热了。我就要套一句主持人最喜欢说的话，越热大家是不是越热情，对不对？我好油，算了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，那待会在 solo 的时候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叫，就请 PA 大哥帮我推大声，是因为我怕我弹错，但是好像正常来说还是应该要推一下。好，那这首歌是我们目前这么不红但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，那大家等一下听一下副歌的时候其实很好记的，那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可以一起唱，那大家可以帮我学一下，因为最后我想要做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合唱的一个段落给大家，那如果大家是没有意愿想学的话，那就谢谢这样。对，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给被世界吞噬的你。Come on.
时间吞噬了你。亲爱的，没有忘记，有一谢谢。